だわ。よーね。요아카나때리다어디보지여러분들양캐냐 Hello 소아이싱상아야헌로晚上好。晚上好 ，everybody。中午要今天穿长靴。那不要给他跳下来不可以了呗？没有办法。所以你没有关吗？你现在跳出去，等下不是断线了？哦。这是啥？干将我，你看这里，看看，看看这个，全部这些要玩的。Hello, Ben Oi.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那么早的。迟了喽。迟了喽。讲到我的 backcheck 啊，讲到 backcheck 哦，我们早了咯，我跟你哎算迟了咯，我们打算要准准十点开的，你知道吗？所以刚才这姐哦，本来讲她九点才要开播，好了，我们直接在 group 里面了，今晚有 FM 能不能早一点？你可以快一点吗？对啊，快滚了！我们其实真正我们是要尽量要控制在十点开到来十一点。还不算太迟，因为如果我们十一点开去到十二点啊，哇，我再要回家，然后回到家来弄到来，哇，整一两点嘞。幸好现在小孩子放假。对啊，幸好现在小孩子放假，早开早收。对，麦哥讲到重点，哎，我们也是要睡觉啊，每天这样早起来。怎么讲呢？没有啊，突然间按掉，我也不知道怎么。Auto brightness 吗？咦？没有啊，我开最亮哦。刚刚不是这样的哦。是啊，怎么会突然间这样？我第一次用 iPhone 呢。不是，这个情况它就是帮你调低吗？可是刚刚你看它是最满的。是啊。抓 K。所以我们都会尽量啊，接下来尽量控制在十点这样开。10点、10点半。姐姐做直播一个小时多，是啊。一个小时半吧。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控制我们啊，所以姐姐是那个被丢在家里的也好啦。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跟姐姐讲啊，就讲姐姐你不要每次同一个地方开直播，看到你又闷，你有时你要在家里开一下，给人家看一下你的家，因为光头的家你们看过了，好友的家你们看过了，姐姐的家你们没有看过吗？所以趁现在 work from home 哦，让他一直在家里开播啦，最 steady 好的，我跟你讲。第一次训练，对吗？第一次训练，然后你们又可以看到妞妞啊，对老婆好一点，又可以陪老婆，不然每天你问那些面交的，他们来每天看到这点多被攻这样啊，现在时间又多了，又可以陪老婆几好啊，这样第二胎才有机会吧？不然第二胎那里有机会？没有机会就不会有第二胎。对，这样哦，我跟你讲，可能接下来你们就会收到好消息。哦，姐姐就有第二胎了，应该是很快 应该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太久没有给人聊了，大大力八岁，他是回复秋生来了 ，Good Hello Hi Boss， Can you buy my WhatsApp message getting the magic spin mob 啊 ？When you send the WhatsApp message 啊 ，because our customer service 啊 already finish working 啊 ，you need tomorrow 啊 ，all need tomorrow 啊 ，but we can screenshot first 啊，你 screenshot 然后给他们知道。因为这个时间，如果你们 message 给我们的小帮手，你们 WhatsApp 给我们，基本上没有人回复你们了的，睡觉了，不是睡觉了，半岗了，我们没有24 hour 啊，
OK， 我们没有对地方。No on course 啊，六休息。啊，我们的小帮手他们要休息一下，不然要休息啊，他们的脑很容易会卡机，一卡机就完蛋了。哦，因为他们每天八点开工，然后九点十点就要开始回复。对，他们做到晚上很晚的嘞。对，姐姐女 no joy online FM 没有近期都是我们的这两个组合，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搞轮班制。轮班制会比较好一点，就是现在是我跟他混血组合啊，我们可能整个月里面两个礼拜是我们两个人做啊，两个礼拜过后就可能是姐姐，然后再该跟光头还是虎牙。OK， 阿宇，我没有看过你在你家开，啊、你不要玩啦、啊。今天早上我才在家，我自己的家里开直播罢了，结果气到半死啊。原来在我家开直播是没有人的，哦，是吗？啊，你看我在外面开458人，今天早上我开直播，我跟你讲，我跟你讲，150个人都上不到啊！我跟你讲，被请到我啊！我跟你讲，他锁人数了是吗？我不知道啦，没有办法啦，啊，不过还好啦，至少160个人看啊，有40个下单，这样我至少有中了，四分之一，25%的下单率喽。OK, thank you, boss. We wait for their response tomorrow. OK, 来，你们好，晚上好，拜拜。OK, 晚上好 ，Coco Lock, 拜拜。OK, 拜拜来，下雨了，没有下雨啊？我热，你快点给他下雨。没有下雨啊？你是讲做我头发湿湿热啊？没有了，我该去洗个脸，脸很油啊。Evan, hello. Now doing online at home so good. 是啊。再看啊，再看啊，几时开放给我们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公司呢，同一时段只可以十个人在。对。十个人在。太多人。对，十个人在，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整公司就只有十个人罢了。然后有分班哦，可能有一些人是135，有一些人246，有一些人246。然后好像我们的主播部门呢，基本上就是姐姐就该定秒出。因为呢，你们讲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一样东西，是不是要把一个人最弱的来跟他变成强去？要给他长期训练。我讲一句话啊，我讲一句话，其实你们看了姐姐这样多场直播了。没有200场都有500场啦，我跟你讲，你们有没有看过 JJ 是在家里啊做 demo 的啊那些东西啦？真的是完全没有看过。OK， 没有看过的朋友打加一，是不是最近才有罢了？是不是最近才有？最近才发现天天。你不觉得 JJ 在家里开啊那种，哎呦，我都觉得看了我自己都想买。真的。好像刚刚开那个空气过滤机，你就是要在家给人家看。有那个家的感觉。啊，买了放在家，然后家要怎样，对不对？对嘛，然后跟老婆怎样煮东西啊、oh. 跟老婆一起煮东西啊，吃东西啊 interesting 趁现在老婆又休息 OK、哎、对啊，不然天天讲要第二胎天天讲要第二胎可是每次去外面开直播喝酒回到家里，哎呦，水料磨辣料今天晚上不要了啊，第二个怎样出来啊，像现在嘛好咯，对不对？早上陪老婆出去吃早餐，吃了早餐回去这样做一下家里啊，看一下电视机 啊，一起做个家务这样啊。对，好友哥、啊、有两个钟是我的生日，提前祝福你生日快乐先啊，因为我这个直播不可能开两个钟的，对不对？这不是最近看到 JJ 啊，比较舒服，对不对？很舒服，没有像以前这样有压迫感了，啊，没有像以前这样有这样压迫感。加一是暂停。JJ 那里会煮 ，JJ 不会煮，牛牛会煮吗？牛牛会啊。煮每个人都会煮的吗？好不好吃罢了，好不好吃罢了，我妈会煮，每一面也是可以煮的吧。阿威哥，我今天收到货，请客服明天解决我的问题，谢谢你。可以，你 send 给客服，然后明天客服就会解决你的问题。OK， 泰国妹好友弟鸡公头，鸡公头没有在，没有在，姐姐没有在。哦，喝酒的人是他，啊，喝酒的人是姐姐没有了，比较泰国妹，好友哥在我可以喝。啊是泰国妹，我也不知道最近要烦什么，最近都爱喝酒，可能讲单身太久了啊。OK， 什么？好友哥用心良苦啊，没有啦，只是讲说，我相信大家，你们包括你们呐、啊，你们支持我们很久的人，你们都会说觉得，就希望我们背景的画面啊，不要千篇一律啊，每天打刚一进来又是这样，不要天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啊，好像以前我们就是每次在后面一个大大哥一个好友哥头那边开，那边最少开了一年哦，后来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背景，然后也是差不多开了一年，接下来我们就在楼下面开比较多，在我们的门市那边开比较多，门市看久了你们也是厌了，可能就是说要做到多姿多彩，最好就是说啊，今天在北拉，明天在斯兰莫，后天在巴汉啊，啊，在大后天在泰国，对，在大后天泰国，大后天去普拉巴里一样啊，很多抢麦啊，抢麦、啊、这样你们一定很想看。 OK， 你们是亲戚不是？
OK 姐吃太多面包，吃太多面包要喝酒了没？OK 妹借酒解梦，这么了解酒解梦，哎，你犯了什么梦？我也不知道，我都不懂我自己发梦，还懂我发梦？你跟我讲，我会解梦了，啊，我会解梦了。你们谁有梦跟我讲，我会解梦？我是有之前哦，我有发一个梦哦，我是给鬼追的，但是什么？哦，你跟给鬼追？给鬼追？那是因为你精神上面的压力哦，太过什么了？太过紧迫。这个鬼其实就是说在当下，其实那一刻啦，你最怕的是谁？是谁制造了这样多压力给你？应该是讲生活上的压力，不是吗？啊，这样那只鬼就是生活上的压力哦，所以要追着你喽。像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不可以跑人嘛。这东西很简单嘛，嘛，你给狗追啊，你跑狗更加追。那鬼追你，你转过来蹲下来，你死死头啊，怕你的，我跟你讲。怎么你讲的是蹲下来的吗？你蹲下来，你下来，你以为我怕你啊？啊，是这样的。对，你不要，你心里不要先怕啊。OK， 很期待嘞，期待好不好？期待我们卓赫开一天，拉嘎开一天。哦、马六甲加油哦！泰国妹有男朋友吗？有了我喽。大众情人。Okay, 大众情人来了，我、啊。OK， 好友哥，调味料瓶几时到货？调味料瓶不是有货吗？没有呀。那个是圆形的到货，正方形的有吗？什么正方形？就是我们原本卖的没有了，剩下的。哦，没有了，没有了。书记用，你那天没有下到单吗？没有下到单吗？又给我不小心卖完了。跟砧板一样，应该是还有的，我们帮你问一下，你直接问一下小帮手了。啊，对，啊 ，hopo stupid， 不要骂自己的 stupid 啦，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少了一个 d， 少了一个 d。不，他少了，我知道，所以我才讲他在骂他自己，因为他写少了一个 d。是。啊 ，hopo， 不要骂自己笨蛋，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必定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留得青山在，也不怕没柴烧。对，不要动不动就写自己 stupid， 知道吗？不要动不动写自己。不要自卑，不要自卑。不要自卑。要有自信。Okay, 人要有正能量一点。OK， 如果你没有正能量，看我直播，我给你正能量。因为像我这样样子都不能看的啊，做直播都有差不多500个人看是吗 ？OK， 像你这样演导的哈、哦、，OK， 我跟你讲，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不要骂自己笨蛋，你其实你不笨。不 OK， 你不笨啊，只是你还没有开窍了。OK， 那天我过去面交嘞，哦，你过去面交，哦，你是拿货了是吧，苏西？他那天送面包来吗 ？OK，OK， 姐的笑容好好看哦。谁说我没有吓到？哦 ，OK，OK， 哦。哦，他是吓到。这样我明白了，那个货是厂还没有送来，可以，我帮你解决，我帮你解决啊。OK， 我帮你解决，不用客气啊，好不好 ？OK，You are welcome，You are welcome 啊。If you are sometimes you think 啊 ，You are stupid， I don't need to worry， you come here see my life。Okay, I saw a collapsed form. You after you see ah. Okay, you saw you hot ah. Walao, a very fire. Very fire one. 看得远远啊。Yeah, don't be the 酸民。No good. Don't be the 狭隘之人。Don't be the 狭隘之人。Okay. 好友哥前几天梦到中头抽奖，多多是代表什么？艳福哥是代表你哈、哦，想太多了，要不劳而获，要不劳而获这些东西。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你想要中头奖呢？首先你要继续越买下去 ，OK， 总有一天我不知道几时你一定会中的。对 ，OK， 你一定会中的，就是没有货 ，OK 啦，熟悉用知道啦，你下次啦，因为你没有买楼梯给我啦，所以没有货喽。熟悉，我帮你问看，好像是 OK。好像是有 ，OK 啊，他帮你问哦，书记，他家帮你搞定哦，我不知道你给了什么给他了。面包。啊。面包就可以收买我了。哦、面包可以收买你了。喂、啊，但是我不建议给鸡饭了。喂，晚上好，好友哥，请问水枪通缉到了啊？已经发货了啊？发货了啊？已经发货了啊？有漏掉你的货是吗？我马上去问一下小编啊。啊 ，OK， 问一下小编 ，Thank you，Thank you，You，Welcome，Welcome you。OK， 来，问一下而已，你问两下都没有问题的，三四下也可以的 ，OK， 三四下问没有问题，好，问一下没有问题，不要放一下 ，OK， 还是差两下这些就不可以，问可以，没有收到，你看没有收到，来帮他screen shot 一下 ，Boss is the cell collecting counter is open， but just cannot go inside our the。You cannot go out the showroom. You just can the outside. We got the line. We safety, make the line. Safety distance. 下次打包 KFC 过去，打包 KFC out 掉了。卖 out KFC 啊！好友哥，晚上好，今天收到10个了，有没有变男神？
有没有那个毛没有刺刺的 ？OK， 有没有变男神？我今天拿了哦，谢谢。对啊，要福威刚才下午来呢嘛，来拿水浆了吗？什么？是啊，我搞定给他的吗？哦。OK， 来，晚上好，泰国妹，晚上好。晚上好。OK， 晚上好，萨瓦迪卡。OK。萨瓦迪卡。我都没有，等一下插你，我懂你要插我很久了的，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了。有时候呢，你来面交，我看到你那个眼神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的。你对我是充满那种啊，爱心啊，那种样子啊，我知道了。痴情的眼神啊，我知道的。只是有时候啊，我的人是这样，你知道吗？我看穿不说穿啊，明白吗？静静就好。我静静就好啊。有时候我们看穿，我们不说穿，因为说穿了啊，这么要输些图啊。可能以后，因为我觉得很乱，我就弄一下。可能以后啊 ，OK 姐就没有面包吃了。啊 ，OK。OK， 妹也要帮我问调味饼，可以，全部啊都帮你们问到完就对了。问完，帮你们问到完去啊，来喝水先，吹了这样多废话啊，水啊。好好，吹了这样久，不是吹了这样久。对，所以我刚才又开发一个新的技能了。什么技能？而我刚才对付那个双明，我觉得这样讲哦 ，very good 哦，你看我刚才。Love you. 啊，我刚才跟那个酸民讲话，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去转酸民哦，会比较好一点。总之就是啊，我们就四两拨千斤，越拨越清新。什么来的？什么意思？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越拨越清新。越拨越清新。清醒，清新。总之哦，以后酸民进来讲什么话，然后你就跟他讲，哎呦，老板。你不要骂你自己，口水多过茶啦！哎呀，我知道的，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你现在前面有我，但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OK， 明天我姐会过来拿陈满鸡，上星期买的还没有拿货，你姐单身吗？这样，你姐要男朋友？你姐单身吗？你姐单身的话，你小心哦。怎么嘞？啊，你小心哦。OK， 因为Olegaki有我在哦。传说中的师奶杀手哦，我跟你讲啊。师奶杀手的。你姐单身，你要小心哦。OK， 来 ，OK 妹啊，我付款，我付汇款了，你付汇款了。哎，你做多嘛点？我没有检查到，还是不是真的有了嘞？还是你是早早给钱了？他早早给钱了的。哦。啊，早早，建阳他单身啊，哇。你不担心咩，建阳？你不担心咧？逃不出蚝油哥的手掌。对，太妹，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他会跟你讲，只要是面包他都喜欢。哎 ，OK， 只要是面包他都喜欢啊。爱国后有 boss， 爱国后不是我的 boss， 我的 boss Mr. Boda。OK， 今天蚝油哥很有文采，其实我肚子这样大哦，我里面装的是墨水。你们不懂罢了，有时候我就觉得做人低调一点。我们就不要一直把自己的文采透出来。因为永远啊，有文采的男人，人家会觉得我们很风流。啊，明明我都不风流，我最多只是流风。OK， 好友哥要卖养生壶，几时有直播？问他养生壶现在做。养生壶，养生壶上个星期有开啊。好友啊，有几煞？什么叫几煞？好友哥人见人爱的，对啊，人见人爱，车见车载。OK， 来，好友哥不会降坏。哎呦，我跟你讲，现在哦，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OK， 你看那种乖乖的男人啊，永远都是被戴绿帽的、啊。我跟你讲，深藏不露。OK， 男人哦，多多少少要一点坏。如果即使自己没有坏呢，假假留一点胡渣给自己看起来坏一点。胡渣就是渣男的呗。就看起来坏一点的哦。有这样讲的呗？啊，有啦，就留一点胡须哦，就比较好摸了啊。你注意看那些戴着眼镜，整个书呆子这样啊，只要把眼镜脱掉，戴一个隐形眼镜，然后留一点胡渣，整个人就是，啊，有一点坏这样啊。那姐姐你太可爱了，可怜没人爱对吧？年轻不风流，老了就悲哀。我不风流，我只是流风。OK， 我只是流风。我只是流风，蚝油哥有卖蚝油吗？你开什么玩笑？我卖蚝油很久了嘞，很久了嘞。这里谁给我买过蚝油的？打加一下。谁给我买过蚝油的？打加一下。Lemon， 你不睡啦 ？OK， 你竟然没有买过我的蚝油？海天蚝油啊！哎，不过现在没有货。啊，现在没有货了。啊，有财宝蚝油。啊，有财宝油。蚝油几时再拍综艺节目啊？哇，这个东西啊，其实你问得好啊，这个问题啊。你问得好啊，我就是怕你们看嘉宾看到闲掉去啊。大纲
OK 姐啦、虎牙妹啦、光头哥啦。我在找这嘉宾啊，给一点时间先啊，给一点时间先。OK， 要找嘉宾，这样你粉丝要小心，你不用叫他们小心了，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种男人的魅力啊，不是讲你小心就没有事了的，我跟你讲。不是讲你小心就没有事了的，有时候就是不小心来面交，只要稍微哦看到我一脸，然后我再来一个回魂一笑，啊，我跟你讲，你不是叫五次都不会应人的呗 ？OK， 来，我很乖的，男人越坏，女人越爱。那 OK， 你还坏不坏？什么叫你还坏不坏？什么意思 ？OK， 好，又问一下，梦到灵车在受板，受板底掉下一只鬼，然后他拿八郎刀追我。来，等一下，我反身后，我念佛号，到最后那只鬼变成一堆虫，那代表什么？来，因为你这句话很长啊，所以哦，首先我要一个一个跟你讲，然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啊 ，OK？ 这么你每天问的都梦的东西，像古灵精怪，梦到多多中奖啦、啊，梦到 OK？ 你梦到灵车在受板啊 ，OK？ 灵车在受板的这句话我们要怎样来解答？受板指的就是棺材嘛，对，对不对？见棺发财嘛。OK， 你就看到灵车载着那个棺材，就证明呢这个发财的道路呢，它已经在这个路上了。它已经在这个路上了。这个车已经在载着这个棺材啊，就是说它在往这一个怎样啊？我们讲啊，远大前程啊。OK， 所以你要守，现在你要守啊。第二句啊，兽板底下掉下一只鬼，然后他拿八郎刀追我，就是他跟你讲你会升官发财，但是有一个小人，有一个小人。OK， 他笑里藏刀，他打算在后面里面插你一刀，但是因为哦，你本身哦，你是一个属于很坚强的人，所以他用小刀，他怕插不到你，所以他变八郎刀。怎么是掉下一只鬼的后宫？就是那只鬼，就是他在要阻止他去升官发财的路上。哦，那只鬼就是阻止他的人啊，就是一个小人来的。然后你反身过后，你念佛号的啦，证明你这个人很善良，即使人家呢再怎样去对你有心机哦。OK， 你都不会讲说去啊，想要去跟他 fight 过还是什么？你只希望在那边阿弥陀佛，心在心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你希望呢可以去感化他这个人。OK， 到最后这堆鬼变成一堆虫，虫的含义是什么？虫呢通常会形容什么时候会有虫？垃圾多的时候咯，会有虫。OK， 所以哦，这个梦的整句话代表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小人呢。OK。他其实不值得一提，他其实就是一堆垃圾，他其实就是那个垃圾。他那个虫的解释。OK， 只要你心善 ，OK， 只要你心定 ，OK， 刀都挡都插不进， okay， 鬼来鬼挡，佛来佛挡，是这样讲的。嗯，对，所以不要去用对有心机的人跟人家拼过，做好自己， okay？ 做好自己。OK， 严福 K 收到了没有？来，谢谢啊，冰音。88块啊！不是要讲随缘的，这个、随缘啊，随缘啊。OK， 来，小编把我的银行户口的放上来一下，先借给他。OK 啊，严福 K 随缘啊，随缘。还有谁要解梦的，把梦境打上来一下啊 ？OK， 随缘啊，严福 K 帮你解了随缘，而且我帮你解两个梦了，所以我收你一次钱就好了，随缘啊，随缘啊。OK， 阿威哥那里有漏风，怎么还是那么多风？女人不骚，男人就不爱。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表姐了，表姐不在直播部门了。前天不是上讲过了啊？对，上次我过去面交，好友哥穿短裤很瘾咯，啊，是不是看到我穿短裤又没大喊了？OK， 我梦见升官发财，你把你的梦境写出来，哦，要解梦的把梦境写出来，哦，来，好友哥 OK 妹，晚上好，分享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啊，要讲对付小人，每个人对付小人的方法不一样 ，OK。其谋其用啊 ，OK， 你把你的梦写出来，有头有尾啊，对，浩哥 OK， 姐晚安哦，累了要去熬夜，晚安，福兴，晚安 ，OK， 可以发四个猫吧，今天来讲我火神没来啦，那是个火神我来，我来哦，浩友哥就启动，是讲今天火神没来 ，OK， 火神没来啊，火神是什么意思？天桥底讲骨头啊 ，OK， 你旁边那个肥了，肥好啊，女人要露一点啊，女人要露一点啊，来，还有谁有梦的啊，拿出来，但是记得啊。解完梦了过后呢 ，OK， 记得随缘随缘一下了哈。随缘。OK， 本不是来假的咯。OK， 本位啊，袁福 K 啊，记得啊，没有收到你的钱你就够力啊，我跟你讲啊，我通常帮人解梦了哦，那些人啊，如果啊解了梦过后啊，他没有随缘一下了哦，通常啊，我跟你讲高难了。睡三年。OK，
只要一个梦口干口干哦，吹一下水的淋得的 ，OK 淋得啊，没有淋得师傅讲不下去了，对，我淋得啊，师傅讲不下去啊 ，OK 来收到了，我就实在梦到古灵精怪的东西啊 ，OK 收到了啊 ，OK 我还没有收到嘞，重点一窝了，可以 scan 一下了，一窝了，很方便了现在。好友哥有想过当老师吗？有啊，我现在就是你们的老师咯，解梦师啊，我现在就是你们的解梦师咯。我梦到好友哥怎样啊，书记用你要让人解梦呢，你要好像烟福更像，你要写一点 details you know OK 一系本定 OK 路马在你啊，又本大呼噜案啊，他比路打的一系本定啊，又冒一系本定 啊你要有一系本定，我才有办法帮你解，你最少要写五六句一样，好像严福根这样，对，好像严福根这样写，我才能一句一句帮你解，你完全都没有啊，那个我们所讲的那种一系本定啊，一系本定啊 ，OK， 小把手要发户口号码了 ，OK， make no fat 了 ，OK， 这些小食店在那里好吃吗？好吃，在 KO 个蹦 ，OK， 你私底发户口不用 ，OK， 不用，随缘，我来个机，有心就好 ，OK， 就好，8633要写哪一边来？红线。听我讲啊，红星 ，OK， 心零零 ，OK， 你就背八零。那是讲到心背零，嘿哦，你就背三饼 ，OK， 收到吗 ？OK， 我只能这样给你，天机不能泄露啊。泄露太多不行啊，泄露太多不行啊。不行。OK， 来，OK， my smile will kill many guys 啊，是啦。OK， 所以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OK， 做今晚变成解梦了 ，OK， 解梦，只有烟福 K 一个人有梦罢了。OK， 来 ，OK， May 2629是什么意思？之前的车。哦，你之前的车，不要玩那 KTV 说人家换车了咯，换了几久了咯？对 ，OK， 车牌号码不是这个号码了。对。OK， 解炒粿条。泰国妹啦，麦克 OK 解了。泰国妹啦，因为哈、哦，老师有帮你算过，我帮你算过哈、哦，你 OK 妹这个名字你要改掉。不行，未使。未使。摊未着家，最多红一年，差不多七七八八了，你的运势差不多要去尽头了。七七八八。所以你名字要换，你要换成泰国妹，你的运势才能再延长。如果没有换的话，就很快没有了、嗯。来，你的手给我看一下。你哦，七七四十九年啊，你不可以接近男生。七七四十九年是啥东西？七七四十九年不可以接近男色、嗯。如果一旦接近男色是吧？你红不会超过三天。红不会超过三天。对，所以最好哦，你去剃度当尼姑。可是师傅啊，我今天活到七七四十九年。你今年几岁？22。啊，49年过后你几岁？61啦！啊，61啊！你难道你觉得你自己活不过61岁吗？你讲七七四十九年吗？啊，是71岁。七七四十九年，这么是49年。直接叫太妹就好了 ，OK， 太妹就好了啊！我梦到好友会娶表姐，当然你掉一点，你掉一系本定，明白吗？一系本定，你要写到很你掉，我才能帮你解的。你这样一句话解完，没有细节。啊，燕夫 K 还在吗？教他们讲写解梦的。format 出来，然后叫他们讲写解梦的，没有 format 解不了啊。哦，你写那一句我解不了梦了。啊，又挂师傅书煞又到啊。啊，又挂师傅书煞。啊，书煞又到啊，但不能解梦了。是啊，我们要学那个，要学那个。念小房子。看到了吗？看到了吧。你们要念小房子100次。放生一万条鱼。你是不是最近有头痛的问题？有吗？有的。看到了吗？看到了吧。懂我讲谁吗 ？OK。还是最近还应该是没有活动了噻。OK， 有。还有没？有。OK， 来，你们才放工吃晚餐嘛？没有啊，都没有吃东西。桌子上空空的，底数就很多了。很热、哦。底数就很多了。西北热。哦。懂吗？懂我讲谁吗？应该有人懂我讲谁。OK， 一定要这样啊！那个嘴巴一定要动一下。你看到好友哥上面头上有光吗？你看到我头上面的光吗？你看到吗？看不到。你业障很重。
你再认真看一次，看到我头上有光吗？什么啊？他是这样子引发的？你看到我头上有光吗？我是观音菩萨的什么什么弟子。OK， 疯了，疯到我们就老老实写出来才可以解。对呀、啊、，OK， 最近我的钱包痛，你首先你要买止痛药给他吃先，懂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好友哥旁边的你了。我跟你讲，小房子啊，看到 LED， 台湾灯光就有吵啊。你们看到我头上有光吗？来，有看到我头上有光的朋友打有，看不到的打没有。看到跟看不到都是有不一样。看到跟看不到，有看到我现在头上有光吗？有啊。有吗？有。一条。有没有看到我头上有一条光？爱是一道光，好亮啊啊！是这个很亮啊，对。看到啊，啊，全部人都看到，这么你看不到哎、欸？这个吗？你想这样子圆圈的哦？啊，有啊，有看到光，你们有福气了。啊。有福气了，有看到哦，上面有光的人，你们有福气了，有福气了。我跟你们讲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们的横财要来了。哦，你们的横财要来了，来我省起来啊。OK， 贵人沙沙，贵沙皮。OK。哇 ，OK， 所以看到有头上有观音，看到头上有灯就有。然后我每次我看到那个哦，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他问了他有没有看到了，没有。你再认真看多一次，没有，没有。啊，然后他就讲我要实事求是。然后那个人都有点尴尬。啊，就是那个讲到最后啊。你儿子营业深重，前世，前世他是一只蚂蚁，他不小心杀死了一只大象，所以今世啊 ，OK， 他的冤孽很重，他是回来还债的，小房子啊，回去呢 ，OK， 念七四十九次小房子，放生一万只鱼，放生一万只鱼，次数七四十九天。OK， 要不写小房子 ？OK， 来，所以看到我可以解头上有 LED 灯 ，OK， 我的 LED 对，所以我有时我在那边想啊，到底准的吗？可是现在还是很多人相信他的呗。有，他每次举办大会都很多人。他很多信徒的，他真的是，他是讲啊是观世音的。唔知咩徒弟定系咩契仔定系咩？哦，是啊，来。OK 啊，阿月弟，你明天要去拜拜啊？二月十九，我没有跟这个十九啊，这么十九要拜拜的呢？十九这么要拜拜的，不是初一十五呗？不是初一十五呗 ？OK。十九是初几？十九什么？宝珠。二月十九是华语农历还是？对，我跟你们讲一样东西，还有431位朋友，今天哦，大家有缘千里相见，所谓无缘对面不相逢。哎，今天呢、啊，我们呢、啊、聚集在这个直播里面，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四海之内皆兄弟。对，我发现到呢 ，OK， 我发现到呢，你们哦，最近呢，有很多小人在你们的身边，但是啊，430位朋友，你们放心啊，我拿手一指啊，这样来算一下啊。兰花指一算啊。我知道想怎样帮你们讲破解这个小人，想要破解的朋友来说整排爱心上来。兰花指一算，包你莫代志。OK， 关你妈 birthday 哦，明天再关你妈 birthday。哦，明天关你蛋啊？没有，明天多地生日。关你妈。OK， 来想要解这个东西的呢，来说爱心上来。OK， 要解这个东西的说爱心上来。啊，明天是观音诞。为了庆祝明天的观音诞啊，帮你们化解这个小人啊 ，OK。明天早上呢9:30啊，好友哥有一场呢特别够力的直播 ，OK。明天9:30有一场很够力特别的直播，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化解小人啊。OK， 明天记得进来直播，准时9:30
OK， 记得分享。你们要准时，我有没有准时不用紧。OK， 只是打东西。当然啦、啊，进来的朋友呢，想要化解呢，它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就是明天要分享直播，明天要公开分享。对。第二个步骤要刷爱心十秒。第二个步骤要刷爱心十秒。第三个步骤要下单。我都说不下。这个下单呢，就当做是积功德。积功德。啊。积功德，明天吗？还愿亲债主。还愿亲债主。OK，OK，、okay? okay, 明白吗 ？OK， 下单就可以化解了。OK， 下单就可以化解了。那么如果你们睡不醒的，就可能大家没有缘分了。某缘缘分没到啊，没有缘分了，缘分没有缘分了，缘分还没到、啊。明天九点半有在的朋友呢，我们就有缘分了，我们就有缘分了。我们谁来？所以明天有进来的朋友呢，来再重新来，你们打上来，我教你们的三个步骤是什么？记得吗？记得吗？写上来，写上来。有哪都写下来吗？啊，有哪支哪笔写上来？来，现在写上来，我教你们的三个步骤是什么？写上来。看谁有听课先。看谁有听课啊？看谁有写错啊？谁有听课就可以沾到我这个福气，来写上来。啊，师傅不是每次讲啊。啊，师傅不是打钢。定西不是每天做这样的东西的，明白吗？OK， 我的梦已经记不起了，就被刀割了三次，是不是说我有血光之灾错了？记得在梦里面呢，被刺了三次呢，并不叫做血光之灾。刺了三次啊？对，刺了三刀。OK， 等一下，我们不要跳别的话题先，我们看他们有没有记得那个步骤，看有没有人把步骤写上来。他们有一点忘记了。没有。哎，不对，啊，这个都不对。公开分享啊，不是分享啊。不是分享、啊、哦。啊，也不是三次哦，不用三次啊，师傅只是要一次啊，师傅爱几道就搞掉了、哦、啊，不要搬呀搬呀了啊，哦，不要搬呀搬呀的了，哦，不要搬呀搬呀的了，哦，三度咖喱苏达足够，足够，师傅搞掉啊，够用，还没有人打到正确的，就是差一点，太长了。好，佑哥，晚上好。那天 ORD Glass Season 551 Don't Stop Customer Service Say Send Me Round One Yes Is it Sam? 什么 Is it Sam? 一个正常，我们之前卖的是正常还是啊 Sam Just the shape is different is quick 只能讲说你们太给力了啦，对，你们太给力了，全部都清完了啊，全部都清完了。主播喽，是呆哥妹妹 ，OK 的。OK， 好，佑哥，4月1号都还没有开始，4月1号是什么节？愚人节。我们不玩 plan 的啦。plan 打干嘛哟 ？plan 这种小朋友玩的东西，我 plan 来做吗？最小孩子都会玩。OK， 来，所以今天只要你们看到我头上有一条光的朋友呢 ，OK， 你们明天就要来。哦，有来的朋友就有缘分了。OK， 有缘分。有缘欠你来相逢。Mr. Bro, when you got live show to say, oh, I don't think so. Okay, like. You don't think so? Mm. Okay, like, 很多有听课了。Okay, 你们都是我的信徒。忠实信徒。你们都是我的信徒来的。Okay, 有什么事情呢？师父帮你了。师父还歹听。师父还歹听啊。Okay, 放心啊。虽说天机不可泄露啊，虽然讲天机不可泄露了，我就漏一点、啊、漏一点，但是师傅为了你们啊 ，OK， 上刀山下油锅没有问题了，不是下火海啊，上刀山下油锅，油锅是啥？关龙哥好吧，很好，哎，明天多多头奖，那个要等火星来啊，火星没来 ，keep 你的档啊，还等火星 ，OK。爱等火星来啊！爱等火星来 ，OK， 爱等火星来 ，OK， 来，师母在那里啊 ，OK， 来师母在那遥远的地，师傅呢，暂时不需要师母了、okay, 师傅一个人的力量就很够了啊，缘分还没有到啦，而且呢，最重要呢，师傅啊，就是你们的师公啊，师公哈、有交代，我要保住那个童子之身啊。
OK， 童子之身。那师傅，你儿子是啥？对，因为他讲过啊，如果像你们信徒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只要我把我那个童子尿拿出来呢，爆香炒番薯叶 ，OK， 炒番薯叶来吃，然后给你们一人吃一口的话呢，就可以帮你们哦挡掉一些血光之灾。所以我必须要保住我的童子尿，因为我的童子尿呢是要用来炒番薯叶的 ，OK， 偶尔可以配一些小辣椒 ，OK。童子尿炒辣椒番薯叶 ，OK， 来，我离你2000多公里，我怎么能够过去呢？来，通话系啊，距离并不是一个问题啦 ，OK， 只要心啊有师父的存在啊，师父永远都看到你，即使啊师父都可以感应到你，对，感应到你。你看我现在这样弄你，弄你一下，弄你一下，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很给力，很给力啊？给，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给力？通话系啊，虽然我们很远呐、啊。OK， 只要心里有师傅啊，我跟你讲啊，没有问题啦。OK，、哎、来分享。好，有师傅晚上好，晚上好啊。哎、okay, ，加小辣椒要加布拉酱吗？布拉酱不可以啊。OK， 布拉酱不可以。对啊，会破坏童子尿的功效。布拉酱呢，它因为它是有酸性的。OK， 像童子尿的那个功啊，破功啊，破功啊，你懂吗？哎，好友弟，我这里下雨啊，不用紧，不用紧啊、哦。师傅给你温暖啊，你心里要想这师傅啊，哦，你心里要讲这师傅啦、啊，你想这师傅，你心里自然暖啊 ，OK， 自然暖了、啊、，OK， 我要吃番薯叶啊。下完了 Q 啊，做直播那里有很多人在看，那些天王呢？我们不是天王，我们只是平凡，我们是吉利吉利啊，吉利个吉的、啊啊。所以这些赛，如果你想要看天王的话，那边看啊，那边看。我们这里没有王啊。哦，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这里是师傅啦，师傅。师傅多。OK， 炒金香喇喇比较好，不能不能 ，OK 不能啊。来，火星来了，火星没有来了，今天没来。师傅罢了。哦。火星没来，星没来，师傅有在不了啊！火星没来啊，火星没来，没来。哎，要讲一下面交的哦，顺便跟他讲。哦，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呢，你们如果打算啊，明天过来我们的店面这里面交的话，记得哦，我们的明天里面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3点而已，因为呢，我们明天要点算我们的货物，嗯。算到仔仔细细，明白吗？因为我们明天的系统呢，正式会在4月1号启动，所以我们呢，明天是开到3点罢了啊，记得哈 ，OK？ 你不要4点来啊，你拿不到货，你生气气哦 ，OK？ 记得开到3点罢了啊，明天懂吗 ？OK？ 我们的那一个通知已经有发上去我们的 BOSS 那边了 ，OK？ 明不明白？所以你们要拿货3点先来，3点先来啊。店面在哪里？店面在 KL Kebong， 我看不到。店面在 KL Kebong 啊、哦。如果你不会来，你可以用 Waze。哦，要问事，要问事，要 appointment 啊。OK， 来，你们如果要找师傅，给我们一个 assistant 排队 啊。你们如果要问事的，你要messenger 啊。啊，这个叫什么？问事啊，因为我现在找我问事的人啊，排队已经排到2027年3月了。你要找师姐先。哦。嗯，你没有找师姐 make 对对对，这个是我的入门地址，但是他功力还不足了。改细节、啊，功力还不足，因为我已经有7749年的功力了。我才7.40。我3:05过去啊，来，书记，我跟你算一下，你不可以3:05来，你要3:06，3:06，你不可以单数，你不可以单数啊，你不可以单数来 ，OK？ 有没有看到傻一？傻一不会出现在 FM 的啦。哎，慢慢等啦。这样番薯叶种植是教你，我的尿很难拿的啦，我的尿啊，我只是给一些比较亲近的信徒，我才有给吧的，我才有给啊。OK， 所以你要继续支持我、啊，会 upgrade 的啦，会 upgrade。啊，是upgrade 的话，就师傅当天有吃了榴莲呐、啊，吃了伯带。啊，如果你们要法力比较够力的嘞，我大概哦。我法力很够力的，我就有吃不带啊，榴莲这些啊，蒜米可能那天吃比较多，蒜米那天吃比较多啊，那时候的童子尿是最够力的，我跟你讲，你知道曾经啊那个啊什么啊郭老先生啊要给我买那罐啊有不带味的，你知道、啊、他开价3个million我都不卖啊，有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缘分啊，缘分还没有到啊，缘分还没有到了 ，OK， 来吃了不带不可以，吃了不带可以。吃了不带那个功力就够，功力 up level， 你懂吗？对啊，不带不是食材。
餐有啦，有不带味啦，榴莲味啊，蒜米味啊，特别珍贵。所以如果你们是要孝敬师傅呢，你们就送不带啊，送猫山王这些。猫山王啊，送不带，送猫山王这些。黑刺要吗，师傅？啊，黑刺要吗？今晚会下雨吗？你傻啊你 ，call to light 去 Google 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天气预告啦，OK， 不是会写给你知道今晚会不会下雨，这种这样的小事都要师傅算了、啊。OK， 师傅没有这样得空去算这种算米的小事了，懂吗 ？OK， 来，不带榴莲算米咖啡，全部一起出来的味道应该很够力。对，哦、郭老先生要给我买啊，我跟你讲啊，还有一个啊，一个很有钱的也是要给我买过这个尿的，不大大集团的，不大大集团的，不大大。哦，我知道了，不得打。二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我之前有跟你买果汁杯啊，一收到货就不能用，我打给他，你小帮手就要拆开那个盖子的塑胶再看。我有跟他们说，我之前买过一次，可能你的小帮手不让我换一次叫我用，真的这个我用了不到十次就坏了，来大姐，叫我。跟你说下来，明天我去了解小帮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谁 service 你的、啊、那个？所以 service 你的。先去那边应该看到。食物面包可以吗？面包你给我的入门地址啦、哦、对，入门地址的面包。哦，因为面包是初学者吃不了啦。啊 ，upgrade 了就要吃那种。不带啊，猫山王这样、啊。OK， 来，师傅，马来西亚的疫情几时会结束啊？来，这个疫情要知道几时会结束啊？很简单不了啦，它该结束的时候它就会结束了。OK， 天机不可泄露啊 ，FK， 不然会天打雷。对，不然会天打雷劈啊，天机不能泄露。刚刚已经闪了一下。师傅，我明天会中多多吗 ？OK， 来，你就是太听惯那个买多多中多多了，你都有一个口号都叫你买多多中多多。等你买多多的时候，你买到很多很多的时候哦，你就会中了。啊，你就会中了。我跟你讲啊，不赌就是赢啊。OK， 不赌就是赢啊。你可以讲，你一年省下来，你不赌啊，那个头奖的钱你都中了。OK。猫山王是啊，遨游哥最近失眠，梦不到你。如果你失眠这个问题呢，师傅有一个很好的配方可以给你帮你解决了。有配方。你想不想知道 ？OK， 想知道你打一个加一一下。啊，那明天开什么字啊 ？OK， 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明白这句话吗？听清楚。你讲咩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明白啊 ？OK， 不明白、啊、？OK， 听清楚。鱼，你叫他吃了没？我给你一条鱼，我不如教你钓鱼。我给你这条鱼，你吃完了，可能你就没有鱼了。但是我教你钓鱼，你天天都会有鱼。这么熟啊，这就啊。所以你要哪一个？来，隔壁的配合你，我的徒弟吗？入门弟子。师傅啊，浮头水还有醋吗？啊，有。其实正常来讲说吃 Maggie 就可以了， Maggie 吃多一点可以看 Covid 的。秀豆腐比较近，什么秀豆腐？我秀臭豆腐比较近。OK。好，有个人吃臭豆腐了呗。OK。Oyster tomorrow Singapore 40，来，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我给你鱼，我不如教你钓鱼。啊，对。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只是听到语音，悟性差。书记用悟性差。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好，书记用你悟性差去念小房，你去念小房子200次先。关龙哥生病好了吗？好了。好了。这杯很多问题，可以，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反应，有厂家了，有反应给厂家了啊。大家知道了。好，玉哥，麻烦你明天去了解了，给你知道，谢谢。可以，倒不如你教我养鱼。OK， 来，记得，任何生物都好呢。万物皆有灵性。万物皆有灵性。不要笑，不要破我功。哎呦！不要破我功。讲对。万物皆有灵性啊！那。听到我徒弟跟你讲了，万物皆有灵性。如果我把你、啊、放在一个缸里面，我把你养，然后每天丢鱼料给你，你开心吗？你开心吗？
哎，你开心吗？你一定不开心的。啊，你要吗？你做了吃掉我，你不要养我，你养我更痛苦。你很折磨我。你很折磨我。OK， 我不要去折磨人家，要快快让人解脱。OK， 晚上好，再见哦。想终止而不能入睡。想终止而不能入睡。去找个有个 WiFi 的枕头，有 WiFi 的枕头是什么意思？有这样的枕头了没 ？OK， 有这样的枕头了没？有 WiFi 了没？有 WiFi 了没？枕头形状的 WiFi。不确定。好 kiss 哟。对。好，这个直接问广东要讲姐姐。那是走几下去就拉吗？我拉不完了。阿佑哥，我这里雷神来了啊！雷神来了啊，托啊，托，托是吧？你有看到他的弟弟吧？他弟弟是谁？托的弟弟那个叫风平啊。No， 托弟弟谁？是啊，要下雨啊，要下雨。哎 ，Captain America。差不多啊，我们也是多聊多一下下 OK 啊。而且明天我又开早播、啊，不买只看了中千多万的 Jackpot。又心痒痒，其实不用心痒痒的啦，是你的就是你的啦，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可是你的你买一张都中了，是你的不用强求啊，不是你的、啊、不会中，求都求不来啊，求都求不来，我跟你讲，随缘随缘哈。阿宇哥要问一下，为什么闷烧壶越用越不死？中我讲，你有预热嘛？要预热，你要预热，而且你洗了过后最好拿一层啊一个干布抹干净哦，因为是干哈。对。吹水啊，放鱼生生，我要放啊，放鱼生生。放生，放生鱼不啦？放生鱼什么？什么？表姐说，如果国字杯拿的话，十天没投诉。啊？我跟你表了解一下。因为这国字杯哦，这个东西哦，我不确定哎，因为现在个国字杯，你们有开直播没？你们也 set 这个东西一下。哦、我让别我让 OK 姐帮你们，让泰国妹帮你们 set 的。两个人了哦。啊，帮你们 set 的。因为果汁杯这个产品不是我卖的，所以啊，他们会比较熟悉一点。但是明天我已经帮你们去看一下什么问题啊。在哪里吹水啊？在金马老样子喽。二哥，快去找 WiFi 枕头卖给大家。睡醒肯定会实现一切。WiFi 枕头是什么来的？我听过没有听过了。有这样的东西没？哎呦真的哦，打雷哦，拖来了。哎，不管，我等一下明天全部睡不醒，给是要管了，要管了，要下雨了。拖来了。拖来了。拖来了。OK， 拖来了啊。OK， 来，所以大家，来大家，严令可以，明天我帮你解决。我、哦、要下雨了，因为我还要送他回家。OK， 我要送他回家，来。说一整排晚安上来啊！不、哦，西北大雨哦，应该。西北大雨，我们车又8个多钟了。来说整排晚安上来啊！我们要广播了。晚安晚安大家，明天啊9:30啊，八斤八三啊。师傅开堂。OK， 拜拜。拜拜。